你要想找一帅哥就别来了，你要想找一钱包就别见了。硕士学历以上的免谈，女企业家免谈，括弧小商小贩除外，省得咱们互相都会失望。刘德华和阿汤哥那种才貌双全的郎君是不会来争你的婚的。当然，我也没做诺丁山的梦。 你要真是一仙女，我也接不住。没期待您长得跟画报封面一样，看一眼就魂飞魄散。外表时尚，内心保守，身心都健康的一般人就行。要是多少还有点婉约，那就更靠谱了。心眼别太多，岁数别太小，会叠衣服，每次洗完烫平，叠的都像刚从商店里买回来的一样。说的够具体了吧？自我介绍一下。 我岁数已经不小了，日子小康，抽烟不喝酒，留学生身份出去的，在国外生活了十几年，没正经上过学，蹉跎中练就一身生存技能，现在学无所成，海外归来。实话实说，应该定性为一只没有公司、没有股票、没有学位的三无为海归，人品五五开，不算老实，但天生胆小，杀人犯不犯法？ 我也下不去手，总体而言还是属于对社会有益无害的一类。有益者电联，非诚勿扰。